2022年，一起上学堂智趣班将带领大家走向多元智能的世界。多元课程设置了小任务及亲子大挑战，除了能够获得 PAJSK 积分，通过 PPL 积分制度，同学们能够收集虚拟徽章，挑战自我，再和全国各地的小朋友一较高低。还等什么？赶快来加入智趣班，开启多元智能的宇宙。每个月第4个星期五，晚间8:00至9:00，与您有约。